所以我从来没有把你当成我想要炫耀的战利品。我是真的需要你，后半辈子我就是非你不可，再难也得是你。 你怎么进来了？我现在还不能进你屋了。我洗澡呢，你先出去。我不，我今天必须跟你谈谈。我冷，你先让我把衣服穿上再谈。我昨天不冷，你明知道我腿不好，还让我在你单位等到半夜。哪有半夜？我刚走就让冯秀伦叫你去了。不是，你先让我把衣服穿上，动感冒没人替我的班。 麦冬，你是不是想把我换了，想找第二春了？我发现你这个人总是这样，什么话都随随便便说出口，根本不走心。我不走心，我这段时间天天解释，月月道歉，太难哄了你。这就是问题，你总是把我当小孩哄，花样百出，却看不到一丝你的诚意。 麦冬，我不会了，我怎么做你都不满意，那你能不能给我指条明路啊？我到底该怎么办啊？我不是你要空间的客户，所以你不需要把哄我当成你的任务。我希望你仔细的想清楚，好好的想清楚，什么样的生活才能让你更开心，这才是最重要的。 我明白了，从始至终，我们的表达方式就很不一样。你经常会觉得我很儿戏，我也不知道应该怎么改。毕竟我已经习惯了这十几年来，把难过的话笑着说。 但我现在可以很认真的告诉你，我喜欢你的心意，想要跟你订婚的诚意，没有一秒钟是假的，所以我从来没有把你当成我想要炫耀的战利品。我是真的需要你，后半辈子我就是非你不可，再难也得是你。但我也明白，强扭的瓜不甜，你要是真的对我厌了，或者…… 对我不是曾经那心思，你不妨直接告诉我。好，既然你都这么问了，那我就……你语气不对，我先不听。